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4：自由的呐喊》。上一集我们解放，为了做主线任务的人数，马龙人数不够，所以到处解放了。这集我想，我还是继续再多解放一些，虽然人数已经够了，先把农场都解放起来。Make your ancestors proud. Maybe that 段时间有关。白天的时候就是刺杀监工。那个拳头还见不到什么。在路上，那边还有一个。看有没有人吹口哨，叫他过来好了。好像吸不到哎，我前进一点。有了。他们在唱歌哎！直接冲过去可能会被发现。哎，有反应，这个距离可以吹得到。来吧，来吧。省得我想其他办法。我先把顶钟拆了，去看看那个拳头到底是什么。没有啊，哦，跟随。试一下好了。Right away。他们可以干嘛吗？这边有一个监工，右边有两个人，左边有一个。哎，可以叫他们攻击了，这样就类似之前海盗的感觉吧。这样感觉我就没有很需要，想试试看他们的实力如何。他们居然开枪，他们是猪队友，搞什么？这样不是都？你们这样那么高调怎么行？奴隶们可能会被杀掉呢。哦，又来。
拜托，别再开枪了！哎、欸，去敲警钟，哎，怎么办？哇哇哇！只能叫他们攻击了，反正都已经闹大了。你们最好保护好那些奴隶们。一群人太醒目了。又开枪。好了，他们拖住敌人的手，我是可以从背后攻击的。Who should be scared?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用，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打。Don't thank me until the sun goes down. 快走，快走！要有一些新的帮助。什么跟什么？到时候我应该还爬上去才对。哇！欸，对啊，应该是刚刚那里上去啊。艾德不是会很顺的直接爬上风车吗？啊，还是他这一个风车不是那样爬，真的有其他路可以走。把这边宝箱拿完就可以走了。还有一个宝箱在哪里啊？这个捡完之后不就没了吗？居然还漏掉一个。在哪呢？哦，在这里啊。
toi. Attrapez cette esclave. Je vais te briser le crâne. Oh. Ow. More than I could ever ask for. It's not over yet. Fast，杀到上不完，我还是沿路把这些士兵都杀掉。我他妈应该是监工嘛，欺负奴隶的家伙。 没伤到。哦，看我的烟雾弹。 Make your ancestors proud. Oh, 拿最好的宝箱。 咦？在上面吗？ 这么隐秘哦！这样太子港的收集品就完成了。还好这个没有再有神秘的碎片，就变成太过分了，收集了200个就什么奖励都没有，就跟我说我挑战完成。我一直想说会拼出些什么，你知道吗？ 救一下这个奴隶吧。一般的奴隶好像重新出现的速度很快。又是这个班的。哎，老板，哎。 阿德不管怎么看呢，超猛。 那应该跟上次那个是一样的吧？等一下好一段路才能。哎呦，要装掉啊！从这里进去吧。对，这里。 Our work here is not finished. You're welcome. I don't think I can do it. Ah! <音>多赚点奴隶有奖励嘛？就在往主线的路上一边救一边前进吧。
监工一整个就是跟不上阿德的速度。We can only put a stop to this by helping each other. Je prie mes enfants pour vous en débarrasser.天兽钥匙，那两个应该没有什么威胁性。You two animals, come back here!上面那个还得爬山的。哦，阿德的枪没有长距离，有点麻烦。一直开枪射我。不知道能不能让他们一起死。没事，太分散了吗？攻击力不够，然后还是跳下来打好了。啊，有一个平民不小心被我杀掉，对不对？我不是故意的，他居然没有出现那个你的祖先没有杀平民的警告。到被通缉的情况下，应该是没有办法出的。你把这边的也解决掉。谁在开枪啊？哦，又是你！哇，我快死掉了！快快快快！哦，好险！平常没有装好弹，就是这样。我们是上去拿一些子弹吧。哎呀，讨厌用枪的！哼，刚刚开枪打我，现在开枪打回去，子弹交出来。啊，做任务了，做任务了。哎，在上面吗？真的。这个人是Every day, more slaves arrive. Human cargo makes for lucrative trade. I once hoped men of education could be made to see the cost. But profit makes them ignorant.
the right vessel, you could intercept the slave ships before they arrive. Or you would be free to leave. You have already paid more than your share to the Mahor Saint-Omer, and I am no master. I cannot choose for you. This brigantine can meet your needs if you could relieve it of its crew. Bastienne has volunteered her woman to draw the men away. Or you could set this tower alight to distract them. Excellent options, all of them. What's this? Firecrackers. Some of your recruits salvaged them. It's only right that you should use them. Excellent. Once you send me a signal, I will send our men to join you.有新武器耶！点火之后吸引附近守卫的位置，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是好哦，好不好用到是不知道，反正还挺限制的，回头看。 资料，爆竹是小型的爆炸装置，它主要的功用就在于爆炸所产生的声音。爆竹的形状一般来说都是圆筒状的，并在里面填满火药，通常还会添加引线，让爆炸能够先被点燃。然后它在爆炸之前，有时间让使用者扔向目标。好，没有其他的。 他们已经过来了，刚好没有自杀就对了。你这么设计好的场景来说是不错了，还站好久。其他地方好不好用就不知道。要分散市民守卫的注意，我试试看。 只有三个爆竹而已，那直接暗杀就好了。引爆，然后我躲在草丛里面，看会不会有人被引过来。 来了好多，那火枪早机会解决他们吧？其中其中，好，杀超多，剩下交给我。哇，有哨兵，怎么办？ 兵麻烦啊！有一个好像被引过来了，在哪？后面。 哎，因为他看正面没有办法。你看那两个哨兵是不是又出现了？
烦呢。这个适合用火枪一发把他们毙了吧。太远了，没有出现红色的命中。徐春飞，被挂了！啊，哭起来了。把他们引到下面好了，刚刚教学的时候一样。诶，没有爆炸啊，会不会是丢到河里了？下面那个是小河对不对？这附近的那条小河，好吧，用枪。算了，不要好了。来一桌。啊，没看到了，没人跑到这个草丛。然后跑到这个草丛，我还可以用爆竹吸引他们，来过那个次要目标。还有这样子的、哦，两个招式叠在一起。这应该很适合丢爆竹啊，总不会再丢到河里了吧？杀了这家伙，不然太多我麻烦。好丢。来了，这样还没有慢暗杀成功，你们警觉性好高哦。就换个爆竹了，这时候不太适合。我要哄不上还有什么用？啊，用小姐，小姐用一下。哎，老板，来。这样没有慢工用吗？可以。爬上来才可以。这是什么技能？就这样吧，那应该就完成。太难缠了，爆竹的风暴可能是解不到啊。
这个家伙正好可以用飞刀解决他。哇，他下来了耶，是不是也没有这个必要？没关系啊，丢了。等一下，他那个用爆竹吸引四名的注意，是不是要一次四个啊？有了吗？那是累积的，我有四个。啊！再来就剩搬炸药了，我们这集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Yeah, I live my life so